你好，你好，不要乱拜，不要乱拜，没有多比，没有多比，别拜。好，所以老师不啰嗦了。就双人瑜伽指导一下亚伦、我发现柔软度蛮好的、我柔软度真的是蛮好的、那我们俩可以加码做一个厉害的动作，但是我脚真的没办法超过举到头这边，那就一步一步来。好，怎么样，今天就要把它翘到头上了吗？要有斗志啊。那我们不脱鞋啊，对不对？我都可以。好，那他这个他要帮你拿。 OK 啊，我怕那个亚伦有一些那个想要 OK 没问题的。台下的同学可以一起做、先暖身一下，要不要？对，准备一下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好，手机收起来，不要拍亚伦了。亚伦说：“来，大家一起做运动，做运动，做运动。”来来来，都出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来做运动，做运动。好，来，老师第一式。我们等一下要做一个是双人的竖式 ，OK。所以你跟你的 partner 就是内侧的手会勾住，然后肩并肩，然后外侧的脚会踩在上面，稍微膝盖简单的，好简单的。好，然后两个手，靠紧，两个手。比爱心是不是？比爱心。老师，这是粉丝做的动作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亚伦，这个是有点抽筋，要交换边吗？亚伦，好，来换边，换边。他基本双人竖式好以后，然后手可以在胸前合十 ，Namaste，有没有？耶！靠的就是一个双方好朋友的默契。没错，没错。对对对，好，这第一招。好，第一招，我们做第二招。第二招我转到后面。OK 好，然后外面的，那内侧的手会往上延伸，然后可以十字交扣吗？外侧的脚会踩住。好，所以另外他也是这样做吗？外侧脚，对，亚伦也是外侧脚。我是对称的，讲究平衡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外面的手举高，绕过你的腰，跟我手牵手。很好，跟你的 partner 手牵手啦。亚伦加油！九，对，吐纳，呼吸吐纳，人生要呼吸哦。对对对，有享受的 feel， 有，亚伦这个脸，哎呦，我的微微抽筋的感觉。哦、好了，三二一，好耶、好，累吗？还好吧，还好，可以。好，那还没结束，我们做还有第三个，面对面，等一下，外侧手会抓住脚踝，我们这只手碰在一起，一样，你可以选择，手掌可以或十指交扣 ，OK。外侧的手抓住脚踝，往后跳一个，好，把后面的脚提起来，吸气往上延伸，呼吸。啊！提高。脚往上提。出姿，有50的感觉，对，8.05的感觉，哦，来来来，可以勾肩的。就提高，跳提高。哇塞，老师这个柔软度要很惊人呢！好放松，亚伦不错哎，悄悄，亚伦你还好吗？哎，他很厉害哎，我很好，我很好。老师说你有慧根哎，你很棒哎，真的吗？正好又有个工具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之后跟你去上课好了。好，你有在教男生吗？有啊。